演过的角色吗？我希望你演他，但是不是。他是男的吗？是。他是古代人吗？不是。他是人吗？是，我只能说他，很多人都想成为他。马云。Why? 对 Tell 吧？me why? 你给个理由，为什么你这么说？就我把他放在我头上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很有钱，可以买下你们这个节目，可以买下你们这个节目。支付宝到账100万元。他是男人吗？是，他是古代人吗？不是，他是影视剧中的角色吗？不是，我是认识他吗？是，他是两个字吗？是。他是不是很帅？是不是很有气质？又很帅又有气质。我看你怎么夸，我看你怎么夸。好了好了，你知道我吗？对对对，从我观众朋友们，就是他在就是气质那个词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猜出来自己，然后他在一直在想怎么夸自己，怎么夸自己。倒也没怎么，只是丰富我的线索，丰富线索，丰富线索，更精准的把它找出来。